这样要这样立出来才干净，都干干净净的。这个是工艺哦，要在这里打包装，或者这里才有工序哦。我家有工序，我就要拿来这里打包装。这个盖子要这样，就是把它绑起来，不然怕漏。哎，你们煤气打开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哦，不要把那个盖子也把它割了。好像是我们云南的，不见了，不知道哎。那看人家懂不懂去山上找了，哦，那个东西他专门去山上找，他干懂的，他就会去找啊。给我们他找一个月都不会找到。没那个技术啊，我爸也会找的。怪了，我说你都七点钟，我说七点多钟来干嘛呢？我七点钟起床了，我自己搞嘞，我老公没回来。哦，我说七点钟，就我跟我姑啊，我妈要帮带小孩，这样子包，然后还要去泡沫包，那个，所以他就不会那么容易了嘛。打包也是有经验的，你也喜欢带这个。手镯不好，没办法呀。为什么叫做没办法这样说呢？人家说碰到不好的东西都会那个变黑，都会变黑。对，那你戴有没有变黑？会的，你会啊？你生病的话都会，这个会手镯会变黑的。这样啊？嗯，真的。所以说我们这里云南这个银，这个银、哦、也是好的啊，对我们也好。如果你那个去到几。去到别的地方碰到不好的东西，这个手镯会变黑的。那我还没碰过哎，那我还是很蛮好哎。之前有一个就是我老公他弟的那个女朋友嘛来的时候好像是碰到不好的东西，两个手镯全部变黑完了。这样啊？嗯。然后他后面也是会变白的回来的，会的，好的，身体好又会变白回来，就是那个东这个东西会帮挡住嘛，就是帮你挡住，进你身体就好。我们云南人就是这样子，我们都是喜欢戴这个，个个都戴哦，对，金的不一定挡得住，我们这边很少戴金的，对，银的都是可以挡得住，可以挡得住这些不好的东西，大大小小我都见都是戴，对，都是大小都是喜欢戴这个，银的，确实会变黑的，你确实会变。我那个儿子啊，就是不肯戴一下就把它拉出来，就会变黑的。我见他们也是这样说，我们也是见到了，我也是，如果是身体好没什么事的话，会越来越亮。对呀、啊，我戴就越戴越亮哦，就是了嘛，所以。我们要把它塞进去，这个就去泡沫，然后就不会那个了。
看到我回来，你看从下面包上来了，你看嘛。按钮，那妈妈不得了哎。慢一点，哦，叫妈妈就从下面这边抱上来啊，抱抱，抱抱，那你车车去那里玩，去弟弟那里玩。妈这里单眼睛。不行啊，给你弟。等一下，妈妈要换衣服哦。妈换衣服，妈要去干活了，妈要去干活，你跟外婆在家。那你这么我嘞？就要去拿车车去哦。拿车去，拿牛的车去。好，拿牛车去。